长的样子，这冰凌这柱子是挺大的。挂在桥下近一米长的冰凌，有的还在慢慢滴水，有的挂在线缆上随风摇荡，看起来很美，其实却是危险重重。记者跟着交警巡逻的过程中，掉下来的冰凌摔成了好几节，碎块都有手掌大小。而形成冰凌的地方很多都在排水管接口附近，为了消除行人和车辆存在的安全隐患，芙蓉交警将桥下的冰凌进行了铲除。但是我们巡查的日子以来，之后感觉这个对交通影响挺严重的，特别这两天天气有点变暖了，所以怕跟着突然掉下来砸中过往的车辆。因为比较高嘛，没有借梯，没有借助梯子了，就用工具将冰凌先暂时打下来。给大家看看这一块是真的是挺大的，其实它这个厚度还是挺厚的。对对对。不仅如此，今天不少网友也在朋友圈里晒出了一些道路桥下的大量冰凌。民警提醒市民，雪后放晴，气温回升，建筑物上积雪积冰易成块坠落，请市民出行时远离高层建筑，防范积雪积冰坠落伤人。请那个广大行人还有驾驶员，不只要看脚下，还要看头上，看看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。如果广大各自人民群众或者驾驶员在发现哪里有比较巨大的冰凌，可以